2月4日晚，张雨绮和陈柏荣分别在微博晒出数张亲密合影，并艾特对方，公布恋情。张雨绮曾与王思聪交往，并且是其众多前任中存在感最强之一。现在她进军演艺圈，并与台湾帅哥演员陈柏荣在半年前拍网剧《亲爱的公主病》相识。在两人晒出的照片中，男帅女美，很是养眼。网友纷纷留言，男的好帅，女的好美，看得我好激动，看样子在一起了。据资料显示，陈柏荣新晋台湾演员，出道前因家境贫穷，做过工人及幕后工作人员等临时工作，出道后被媒体冠以少年版言承旭的美誉。2014年10月18日参加相亲节目《非常完美》，